油漆，然后你把你的手机也一起刷了。哎，怎样？掉到油漆里面啊！ iPhone 16直接就响啊！刷油漆，然后你把你的手机也一起刷了。刷到整台都是白色的，超强，这波超强。为什么把手机放冰箱冻起来？我今天被这手机迷上了，我不想要手机，我不想再看了。哇，应该放在那个冷冻层啊。扇一下它就好了吗？你说什么？那就太阳扇一下呀。现在坏掉了，你这个败家玩意儿。手机废掉了，绝对报废了。有可能它扇一下也不怎么回事啊？开机的？对啊。那又关机了，是坏掉了吗？你看打开能不能？哎呀，不对，它没电了，你看一点电都没有。你为什么把手机放冰箱冻起来？我是因为我今天被这手机迷上了，我也放不了高的地方，可是我害怕摔下来摔到头，然后嘛我没办法，我想要手机，我就放冰箱里了。我也忘什么时候放的手机，我不想再看了，因为这样子会浪费，因为我写作业的时间。他突然对我说，妈妈，我把你的手机放进冰箱里了，我带你去看一下。当他从冰箱冷冻层拿出手机的那一刻，我整个人都震惊住了。你下次再犯这样的错误，那我也要把你放到冰箱里面去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下次再也不会把重要的东西放进冰箱里了。自拍不管哪里都行，自拍晚安，马卡巴卡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No!
不出意外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。意外呀！注意看着粗心的妈妈还在滑手机，全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这个动作难不成妹妹想骑车吗？妈妈从车上拿出推车，接着爸爸将一包东西放进推车之后，妈妈把比较小的孩子抱上推车，小姐姐自行坐上去，两名大人这时各自忙着手上的事情，一回头推车已经往下滑了，两名孩童撞上后方的墙壁，推车这才停下来。看到这一幕，不少家长都好心疼。这么危险的，不对，像你今天塞孙啊，你敢不用这种东西塞？啊，我就没买这东西，我也没买。这危险的啦。你刚才看的影片有没有觉得吓一跳？有一点。会打消你想要买的念头吗？
本来想买这款推车的妈妈看完影片不敢买了，而爷爷奶奶更是觉得危险极了。不过到市场走一圈，类似的推车还真不少，有这种仅有两个轮子的，还有这种四个轮子的。习惯用来买菜载孩子的妈妈这么说，买菜比较方便，就不用带一台推车，带一个菜篮，我都把小孩子放在车内啊，不会放在上层，很容易摔倒。这位妈妈提到一个重点，要把孩子放在篮子上，家长一定得站在旁边，否则没有任何安全防护的推车，谁都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事。另外四轮的推车篮用的轮子也不太一样，一种是没刹车的，一种是有刹车的，上面这个凸出来的地方往下压就能刹住。如果要避免推车滑走，记得压下刹车片。但话说回来，这种推车即使方便，但毕竟不是用来载孩子的，不要因为大人的便利让家中的小宝贝陷入危险当中。东森新闻洪宝清、吴新梅，高雄嘉义采访报道。